看王祖蓝，正如你们所见，我剪头发了。没错，又是一波非常常见的理发师平底锅操作。抛开这些无谓的烦心事，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游戏。这个游戏是我以前录过的游戏，没错，又是它 ，Getting Over It with Bennett Food， 这个2017年让所有 UP 主都非常自闭的游戏。当时我买的这款游戏只录过一期视频，这让我非常的不开心，因为一个游戏怎么只能水一期视频呢？所以隔了一年，当我的这个爬山技巧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强的时候，我再来玩个这款游戏，那这个节目效果肯定又是不一样的呀。所以今天不跟你多逼逼，直接我们开始新游戏。我石头里面蹦出来一个光头，哎，然后又是这个熟悉的锤子，对吧？这个锤子是万恶之源，也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求生工具。我们要喂甩八卦，就然后就过来了，对吧？多么的简单。然后我记得我还可以这样子往地上顶一顶，哎，我哎，这就是大神的操作，看到没有？现在玩这个游戏就变得非常简单。今天我跟你们说，我必上山。今天这个山我上不去，我今天这个山上不去，我就把乔碧罗取了。是个颜值主播的，哇！你们看我这个娴熟的操作，看到没有？等一下，你看，哇操！一看就知道，哇！你们看，这就是大神的操作，看到没？一瞬之间我就到了这个水泥管，对吧？这个水管，哇！你看到没？哇哇！这个奶茶直接被我打飞，好了没？哇！我操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游戏就是要心平气和的玩，急躁是不能成大事情的。所以，喂，哎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大神的操作，这就是搞完。哇，喂，等一下，喂，别乱搞，别乱搞。喂，哇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大神的操作。喂，别动，稳住。对，这都是我的意料之中，这是我的逃跑路线的。等一下，我不要从那里下去，从那里下去大问题，求你们。等一下，慢慢来，男人就是要慢。等一下，五，看到没有？稳的一逼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的操作，这就是搞完的操作。这里非常简单，好吧？我们只要等一下，原操作，我们只要这样子，好，坐下来，轻轻的往上顶一，我们直接，哇，我的鼠标垫。我动了一下鼠标，不要下去啊、哦！下去就大问题，哥哥。喂！这个游戏就吓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幸运女神永远站在 ZX 柚子这一边。我们轻轻的，好的，我们把鼠标放在它该放在的位置。等一下，这只是一点。小小的，然后很迅速的，好，等等，调整一下鼠标的方位，然后往上，好，哎，不要乱动，好，非常认真 ，TF Boy 之力，肛门之力，肛门，哇，等等，不要乱动啊，TF Boy。TFBOY 是不能乱玩的，不对，这不关 TFBOY 的事，对不起三叶草，对不起，还是四叶草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不要滑，你不是一个挖掘工具。再上一遍，没有关系，我还是吊着这个灯。好，别乱搞。哎呦，尾了，怎么感觉好像阳尾的一样，一直上用不上力，是怎么回事呀？我靠！好，勾住上来，慢慢的，好的，大家看好，36D 的力量 ，F 进入坦克飞翔 ，Fly， 我上来啦，兄弟们，看到没？一步一脚印，一步。
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妈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步，这一步怎么不能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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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一步，我上来了。好，我上来了，我们来搞一些稳的，好吧，搞一些稳的。好，哎，勾过来，勾过来，勾过来，好，勾过来，好，勾过来，哎，喂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就是操作，这就是操作。OK，OK， 这个时候一定要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我过来了，看到没？然后我听说呢，听说这里是有捷径，然后我就可以一直上去，看到了没有？这证明我的老婆的不是乔碧萝。然后我要 jump 一 jump， 然后好像不是这里，好像是这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wait a minute， 我呀，就是这个点，不跟你多逼逼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点，就是这种。就是这种操作，就是好。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我的操作，我的操作，我看到这波操作，我就上去。喂，是 gonna 喂。What the fuck? How? 我不知道。喂，不要！喂！下次继续挑战。